兄弟教练，第二跳的人选将会是你队的谁呢？请您揭晓。李文翰。李文翰，请出列。您派出的第二位人选他是谁？ Please tell me this name。傅辛博。傅辛博，好，有请傅辛博出列。好的，雄尼队的李文翰对萨乌丁队的傅辛博，第二轮的较量即将开始。首先有请雄尼教练带上您的选手去往跳水区，请准备，掌声送给他们，就像出征的勇士一样。倒下去以后，这个身体要特别是脚腰这里要紧，等到下水以后再下水以后再说。OK， 加油，相信自己，练得非常棒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翰。可以了吗？好，报复你。从小就开始练游泳，五岁开始就被爸妈扔到水里去游泳，六岁就被挑到杭州市少儿游泳队的选手，所以觉得水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可怕的是高度，要克服心理的压力还是蛮难的。大家都是为争第一名而来的，然后我想得第一名。杭是我师兄，然后他完成那些难度很高的动作，我也希望以后能可以完成。因为我是一个新人，所以就付出更多努力，跳得更好，然后让别人记住我。雄尼队李文翰第一轮动作，五米台后倒 A。当时判断是觉得自己完成了，就是很直，整个人都很直，然后入水的话偏差一点，我也后面看见了。非常棒，耶，真棒，真的很好，水花稍微大一点点，但是非常直了，已经非常直了，非常好。我觉得对于李文翰来说，他似乎是有一些保留，我在看他三米板的时候已经有前后翻腾的一些动作，而今天这一跳选择的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点的动作，是专门有为自己的实力有预留，对吗？对，我希望就是在越往后的比赛就可以跳越高难度。希望你就如同刚刚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所说的那样，跟自己的师兄韩庚雄尼队能够在复赛里面遭遇上。来，九分，九分，八分，七点五，八分，总分61.5分，分数很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两位，请去往自己的队伍。